不管你的故事是感人的、传奇的、离奇的，或者是搞笑的，只要你觉得你的故事值得去分享，就可以跟我联系，让你来说出你的故事。梦想、现实和感悟。大家好，我是 Harley， 欢迎来到 Hollywood。最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想通过我这个节目挖掘一些很好的故事和很好的一些题材，为将来我们去创作和拍摄有关在美华人的故事的一些影视作品做一些基础的工作吧。因为我认为在美的华人前前后后几百年，一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一定有很多非常传奇或者说很有意思的故事。可能我们早期的话是一个比较艰苦的一个过程，后来的话到现在也有很多很美好、很感人、很就是很让人开心的一些故事。总之我觉得在美几百万华人一定会有很多故事。那我们在美的影人的话，应该也是很想去创作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影片。那我在这里就想通过这个频道来去挖掘这种故事。不管你的故事是感人的、传奇的、离奇的，或者是搞笑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觉得你的故事值得去分享，你就可以跟我联系，然后我们可以在线采访，然后让你来说出你的故事。YouTube 的观众呢，也是一个评判，相当于你听了这个故事，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在评论里面发表你的想法，包括一些畅想都可以，或者说是，你也可以评论这个故事好不好，你认为值不值得去创作，都可以。所以的话，我这里非常欢迎所有的人，所有的在美华人来参与我这个节目。你觉得你的故事或者你身边朋友的故事、别人的故事也可以，你拿来讲，某一些会被改编出来，最后我们拍成电影，这是我一直非常想做的事情。因为我来美国的时间不算太长，才5-6年，所以的话我的经历也不是特别多，所以的话我想有一些来这边时间比较长，或者说是他的一些生活的环境会比较特别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真的很好的故事。我非常期待，希望你也一样。谢谢。